起源于2011年，一开始由猫头鹰重奏团、哈萨克重奏团、台中律师工会重奏团三团所发起的轮流主办，目的为各团的音乐交流，至2014年转交给中台湾室内乐团主办，渐扩展至开放外县市团体参加。今年除台中团除外，有来自新竹、台南重奏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首先邀请到台中金鱼团为我们所带来精彩的表演，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谢谢。
就让后面晚到就先找个地方坐下来这样。啊、另外提醒一下，这个音乐会进行过程中，手机看能不能调个静音，塑胶袋先放旁边。然后我们先第一开带来这一团是中台湾精英团，他们来自于各个大学音乐系，有台风教育大学、东海音乐大学，东海大学音乐系，还有嘉义大学音乐系，还有新民高中、台中二中、彰化艺术高中，还有没有什么知道的？就主要是，大家会比较震撼的是，不是一个成人团队嘛，就是我们开场就是这么强悍这样。这一团是我们中台湾少中室内乐团去年三月的时候成立的，原本就有青少年团的，但是就是他们后来慢慢的长大了，也考上了一些音乐系的科系，然后就在王老师的号召之下，再把他们全部聚成另外一团叫精英团。那他们也是每个礼拜六晚上，礼拜六下午3:30到5:30练习，顺便今天也是另类的各团的招生时间。好，然后后面来就前面还有很多位置坐，就欢迎各位尽量往前坐一点。好，来，我们准备直接带来第二首，谢谢大家。
神鬼奇航乐曲。Thank you.
谢谢中台湾精英团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奏。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我们第二组煞风重奏团，团名是电钻。那他们成立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他们主要的成员呢都是牙医师，所以呢他们因此取名为电钻。那他们在小强老师的指导下从无到有，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他们的乐曲，谢谢。因为我们排的顺序也是照各团的人数排，所以电钻这一团承担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在科班后面演出。然后我们趁一点空档，就是因为上面都是牙医师，所以他几乎占了台中市占率大概10%的人数，然后我们接下来请他们团长再介绍这个团体。各位小姐、各位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好，我是电钻团的团长。啊，刚才主持人有介绍，我们这一群主要一开始就是以牙医师为主，那所以当初在想说，那我们要用取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呢？那就有人想到说，那我们就是用电钻，因为大家就是最怕牙医师的那个电钻，我们就取名电钻啊。但是希望我们的音乐啊，不要像我们的这个工作上的电钻那么可怕啊。那我们我们现在练习的时间啊，主要是在礼拜五的中午啊。虽然我们是一开始是以牙医师为主，但是现在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能够结合更多对音乐爱好的民众啊，那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一团啊，能够壮大我们的声势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时间上可以，那也觉得说我们参加这一团也能够认同我们这一团的话，那欢迎跟小强老师联络，或者是跟我们联络啊。我们在礼拜五的中午，等一下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的演出，谢谢。那个站在后面的朋友可以往前面坐，第二排中间这边还有一些位置，可以往前坐，坐着会比较舒服。那好，那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他们，好不好？谢谢。Thank you.
有喜欢他们曲风的朋友，可以如果想要加入他们的话，可以找他们的团长小强老师，谢谢。
丁传将带来第三首曲目是《永远的牙买加》。所组成的，那大家应该都知道竹科的工作是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在每一周团练的时间是属于他们最快乐也是最舒压最怡情的时候。请问一下贵团的团长是来来来介绍你啊。人这么多，大家好，我们是 Active 的重奏团。那本团是由就是刘康生老师带领的重奏团。那刚刚主持人讲过，我们来自于新竹。那今天觉得蛮荣幸，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团才成立半年。那今天是我们 B 团成立以来第一次上台表演，就请大家。
果有喜欢他们曲目的朋友，或者是从新竹下来的朋友，想要加入他们的话呢，可以找他们漂亮的团组来做报名。好，那他们想要演奏的第二首歌曲是 Danny Boy。三首曲目，马上要福音。
大概补充一下，刘康生老师大概是我们大学同学，就已经认识到非常久，相当有个性的一位老师。然后他为因为我们台中重奏团已经成立了很多年了，所以少中这样迷人的乐器呢，就一直蔓延到外县市去。然后李老师这一团成立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程度相当的惊人，希望可以继续持续下去，给我们中部一点压力。好，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